如果您过年还在烦恼在过年时间要吃什么，如果您平常宴客的时候也在烦恼我到底要准备什么来招待我尊贵的客人，请今天利用这段时间仔细收看咯，由吴秉辰师傅专心量身打造的我们2023年的这个专属的我们的年菜，总共八道菜，带给大家八道的这个幸福圆满年菜，其中包含小煎水晶冻，包含我们澎湖的首路菜红烧蹄膀，澎湖的首路菜虾仁云贝风，还有澎湖新鲜养殖的金鲳鱼，还有我们的干贝蛋黄米糕，以及陈绍的醉虾，还有我们的这个顶级佛跳墙跟我们的人参鸡汤，八道菜总共有两冷六热，完整满足你全家人的需求。所以如果您平常还在烦恼我到底在年菜的时候要准备什么，又担心在外面吃的不健康，又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很好的准备，这一次选择吴秉辰师傅为大家量身打造的年菜，您可以吃到健康，而且吴秉辰师傅从澎湖引进海鲜导入到我们的年菜里面，像我们的佛跳墙会跟以往所吃的佛跳墙完全不一样，里面的佛跳墙里面有非常多的海味，会让你吃起来带有海中的清甜跟甘甜，让你不用再像以往每次吃佛跳墙就会皱眉头，好像都是一样的味道。这一次由吴秉辰师傅为大家量身打造的全新八道年菜，绝对会让您在家里面吃得满意，宴客也满意。而且再强调一次，不是只有年菜可以吃哦，如果您平常在这个宴客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选您所需要的菜色，增加几道青菜就可以圆满摆一桌来照顾你的这个家人，然后同时呵护你的家人，重点是健康美味新鲜又好吃，绝对跳脱以往冷冻年菜的缺点。所以如果您真的想要选一个很好吃的年菜又健康的年菜，而且是由吴秉辰师傅量身打造年菜，这一道八道的团圆年菜绝对是大家的首选。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还有特别加送了一个143年的汉方草本永康茶，让大家在吃饭前喝一杯茶，吃饭后再喝一杯茶，帮你去油解腻退退火，让大家在吃饭的过程当中还可以享受143年余人生的很好的滋补跟呵护哦。所以请选择这一道吴秉辰为大家量身打造的八道年菜，您绝对不会失望。